最近大家如果看到粉红色的停车位，暖色系的色调，看起来给人平稳温暖的感受。这是新北市政府为了体恤怀孕妇女的辛苦，在距离停车场最近的出口所划设的孕妇专用停车格。而另外一边则是有妇女专用的停车格，为推动新北性别平等，从停车的角度踏出第一步。妇女，好，那我们有那个女士的优先的一个车位。那如果是说孕妇的部分，不管是孕妇自己本身或是载孕妇的人，我们也有这个她可以优先停的这个车位，那提供给妇女，然后可以很方便的来这边洽公，或是停在这边，然后去这边购物，这样子都很方便。贴心的为妇女朋友做着想的停车位设计，在相关的法规规定上，并无像是身心障碍停车格一般有绝对的限定身份规范。市府希望从生活内的大小事做起，培养市民朋友对性别平等的想法。市府也跟现在各大卖场、百货公司，那我们也是希望哈，就劝导他们，就是一定要有设置这个妇女的一个友善车位。那这个部分，当然就是有关于市民的这个道德心啦。那我们不断就是在宣导大家有这个性平的观念。那大家看到的话，就是可以礼让，让他们可以优先的使用，不要去占到这个车位这样子。以后在市府的推动下，孕妇或是妇女专用停车位会在各个停车场内逐渐增加。虽然没有法规的强制规定，只能呼吁民众发挥爱心，切勿占用，一起营造性别平等的友善空间。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道。